不是我没惹你，怎么又生气了？我生气了，肯定是你惹到我啦。不是我坐客厅玩游戏，你在屋里待着，我怎么惹到你了？就是因为你玩游戏。我玩游戏是不经过你同意的。我们要不玩那么久啊？哎，你又没说我能玩多久啊？你能玩多久？你心里没数啊？我没数，我数学不好。我在房间里，你不会进来看我一眼啊？我嘎在里面怎么办？不是，那你不是嫌我烦，我才来客厅玩的游戏吗？你顶嘴！我没顶嘴，我在跟你合理讨论这件事儿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顶嘴啊？我没顶嘴，我是有理有据的阐述我的观点，对吧？就是在顶嘴啊！你看我什么？我说前门楼子，你说胯骨轴子，我说的事儿是你为什么生气？你老问我为什么顶嘴，这两回事儿啊。所以你承认你顶嘴了？你看你还让不让人说话了？那你还过不过了？你是狗，我现在还要侮辱你。我不仅要顶嘴，我还要侮辱你。我是啥？你是狗，过不过？道歉。你道。你先。抖音。